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辅料，油，砂糖，甜辣条，葱花，鸡精，料酒，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土豆洗干净，去皮，用两根筷子夹住土豆，把土豆垂直切薄片，不要切断，切个筷子就好了。把土豆翻过来，再切上几刀，这次一定要有角度，斜着切。咸辣条切片，用料酒腌一会，把咸肉一片夹到土豆里，上蒸笼蒸到土豆酥为止。把蒸出来的汁水倒碗里，把汁水加点水倒入平底锅里，加点砂糖，加点鸡精，加点淀粉勾芡，把汁水淋在土豆上，撒点葱花，浇上热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我没有加盐，蒸出来的汁水够咸的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